烧焦了那个面，就摆这几天了，拔几个样吧。拔这个没问题，但膜还不行。膜还要搞一下。还是为什么呢？像我们这个整栋跟冲床来比，还是很小的整栋，很小的。因为我这个有慢速保护嘛，如果没慢速保护也不行。慢速。 他你们看他到了那里，马上慢下来。慢一点的。啊。这个。慢是吗？先掰一个给我。啊，这个地方。 这个地方就认识吗？就是啊。